刚才做了一个梦啊，梦里面就是，足下嘴唇痛，好像要搬一个东西，搬到其他地方去，就是痛的，嘴唇一痛啊，要搬到那个，想办法不痛，哦，就看到了，看到了，由低处啊往高处搬了。一点点的往高处搬呢，倒退着回去，然后由低处回到了高处，回到高处以后，然后那个东西就在高处就不动了，在站在高处就不动了，然后过一会就看到一个像蚊香一样的东西，啪一下子伸出来，从高处伸出来以后。然后往后面退啊，退到源头那边去了啊，看到是这么一个场景，再往后退的一个场景啊，哎好，哎知道了哎。